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冒着走掉。你干嘛？就他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在干嘛你啊？啊？他是我女朋友啦。谁是你女朋友啊？不要乱说。你不要乱说啊！你加个微信啊！我跟你说，人家背这么多，什么女朋友？女朋友你不帮忙呢？啊！就是、哎，我上去帮你啊！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说，是吧、哎？你先背过去。嗯、哎，那个小龙，谁呀、啊？你、哎、你干嘛？过来，走，我们去看看风景。干你什么事啊？去看看风景。卢总，啥子事？骂你啥子事？你哪个嘛？你嘴巴放干净点啊！你骂什么骂？你看看人家急了，这么辛苦，这里干农活，你捣什么乱？嗯，他是我女朋友，我要个微信，捣啥子乱？女朋友，人家就没有同意你，你怎么是女朋友了？妈妈都同意了哈。妈妈都同意了，感情是两个人的两情相悦，既然没同意就不是，啊。我喜欢她，喜欢她，你告诉我你喜欢她什么？漂亮，干活又能干，可以了噻。你真的是这种人品，算了，这样子，今天既然我上来了啊，是吉拉跟我打的电话，说有人打乱他，你是哪边凉快哪边带出去，你再凉我说我饶不了你，小龙我们走。好，那你啥子事？我也去找吉拉，关你啥子事嘛？你啊，你给我走远点！你要干什么？要动手吗？啊，我关你的事。小龙，啊，把视频关掉。你是哪里人？你吉拉，嗯。要去陪我的皮带，你再可以搞坏了。你好意思说啊？已经可以搞烂了，你看。你自己说，我好好跟你说话是不是？你要给我动手动脚，啊？你现在满意了吧？嗯，现在这样子，吉拉在这里，我们就把事情说清楚。吉拉，嗯，他说他喜欢你，你喜不喜欢他？嗯，我不喜欢他。不喜欢他吧？嗯，看见没有？你这点去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别无理取闹，这里啊。大鲁哥。嗯，上次在介绍之后他一直跟着我，然后妨碍我干活，跟前跟后的，真的很烦他。你怎么这样子啊，你大老爷们儿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别再来打扰吉拉的正常生活了，知不知道啊？走吧吉拉，我们走走走，不用管。你要干嘛？我给你妈妈说。说什么啊？你走开。听到没有？赶紧走，行了，不用管了，走。你们可以走，我也可以走啊。又不是你们的地方。好吧，好吧。怎么样？吉拉小小年纪所背负的压力，就好比这像山一样的玉米杆。坚强的吉拉，祝愿你能遇见善良的人，可以托付终身。